如果超过偌济时，国民党来修理嘛，来修理。
啊，一个小弟是，但迄小弟国民党小弟袂对咧吼，因为国民党出些便条所在出些，啊，小弟国小弟民党小弟会对，啊，所以说小额捐款的是小弟袂对嘛，小弟袂对，哦，啊，小弟袂对的是，你国民党袂徛，讲民党是不是摕到啥物足侪钱啊，安怎啦，政治现金安怎问题拢无，啊，所以小额这个募款先是这两个原因啦，应该这两个原因上重要，啊，这两个原因是。来推动了，而且多台戏的时候当然有啦，但是无像即马限制钱吼，啊限制钱是三只小数料伊要代志啦吼，啊三只小数料是咱只特别讲，这三只小数代表一般老百姓嘛吼的精神，啊虽然我这小数讲即马讲啦吼，当初用10块来兑来吼，但四千块啦，代表四千块啦，就万啦吼。10块，啊，当然你来底用1000块、500块无算哦，用刷票类无算啦吼，用迄个咱10块迄款吼，哎，应该迄类是，啊，4000块啦，啊，4000块来讲对一个普通老百姓付会起啦，付会起啦吼，啊，啥物人拢付会起啦吼，啊，所以变成讲大家小声用着讲，哎，啊，这是哦，这也代表一点，你用4000块用着，不一定4000块，3000块是，不一定半啦吼，啊，就是讲哎。哎，上税的是一定一票一定倒闭的，因为我欠3000块啊，好利啊，我一定倒闭嘛，一定倒闭的。啊，财团不一定啊，财团给你1000万、2000万，伊不一定倒闭啊。伊个财团当中的公司内底人不一定倒闭啊，伊可能本人会啦，迄度迄资本家吞会啦吼。啊，但是下骹人不一定啦。啊，但是这个小数这不是啊，你交这偌济钱，伊就感觉讲伊有一个好像对你有恩嘛吼。啊！你一年要报答他对啊，所以我对你有奉献的是，我当然会教你嘛，那种心情啊。啊，所以这个上次上次的成功，我当然主要赢家啦。这配合做伙的时，啊，变成讲这个东西上次叫做有些倒数啦，吼，一定无动哦。啊，但是这上次小数料的时，变成讲这个变成感觉讲，哎，伊家己会当支持一个人，啊，我用3000块、4000块，我支持一个人啊。我当时是台湾足大吼，这选举历史上足大改变啦，足大改变吼。啊，足大改变，我想如果这边会当赢吼，我想就代表讲吼，以后台湾的路线吼，可能变成两个路线啦。国民党是挖财团，因国民党头壳唔财团拢足好个吼。啊，这边也虽然郭台铭跳出来支持马英九嘛，啊，起码这个小英姐吼，唔是财团啦，啊是啊，民进党赢一定唔是靠财团啦。爱靠这种来赢，因为即款大多数嘛，这大多数按支持你，你就赢啦，你就赢。但是这大多数支持你的是伊可能无声音嘛，伊可能无钱啦。啊，办一个活动可能一边就几啊百万去啊，你吼。啊，但是这唔啊啊对这小资老板来赚钱，这问题啥啦？啊，但是这是讲，就算起来讲，伊好你，伊就支持你啦，这上大意义啦吼。所以一般老百姓哦，这种的。好像支持你啊，这边钱的方式哦，啊，可以是印度国民党的较好方式啦。啊，这小英这一特点，啊，另外是这小的福利啦，会加上中小企业啊，中南部啦，中小收入的人哦，啊，这台是足支持啊，小英到即摆来看的。啊，另外是安尼讲，因为九二公司内底有提出讲台湾共识嘛，台湾共识，啊，台湾共识，即摆变这。这个电视台吼辩论了吼，有发生一个问题啦。这不是拢即嘛，过去都发生问题啊。卖人就讲九二共识，即一般老百姓杀无啦。什么九二共识杀无？当然，政治有趣味人去讲九二共识啥物，讲伊讲啥物知啦。啊，一般老百姓无认识。啊，即嘛就讲，这个小英讲台湾共识，一般老百姓啊想啊杀无啦。这确实问题啦。这含九二共识人杀无，拢相共啦。因为九二共识到底内容啥物？你无清楚啦，什么一中各表，我一中会写啊，哎，解释出些问题吼。而且像小英的台湾共识，一般人也不一定知影讲，哎，台湾共识啥物？因为一般人拢是台湾的人吼，可能选举吼，按教育关系啊，拢就爱足清楚讲，哎，我注定台湾独立，我注定台湾民主，我注定台湾啥物，就确实的物啊，伊来接受落去。啊，台湾共识，哎，共识啥物？共识内容无嘛？台湾共识，我不一定爱台湾共识啊，我讲台北共识也知啊，我好讲南部共识也知，啊，所以共识内容无啥物哦，啊，这是小英本身哦，啊，这个国民党
马英九也好，哪样好，哦，这批评小面受伤，他们这这东无清楚，哎，实际上哦，九号东是无清楚啦，因为九号东是无清楚哦，咱咱看出讲，这各方面哦，因三一九哦，啊，去台湾乡地的演讲时，因的方言呐，因这各方面拢会讲，讲其他什么所在，在沙坡九号东是啥物啦，小刚啦。就是说，就是讲，台北市人可能需要知，台北市人也无常知啦，啊，可能关心的人知啊，啊，所以即嘛，这个要重视这个问题，所以变成讲，当重视当然是一个民主的听书内底的事，来个性都大家的一个重视嘛，还有重视大多数人重视，啊，用大多数人多重视来处理含中国关系或处理含世界关系，安那这问题应该是安那，当然啦吼，啊当然这是蔡英文本身用民主的精神啊去来处理这问题吼，啊我相信伊台湾同学是台湾啦，一定台湾的啦，伊不爱讲出来吼，因为多数的同学一定徛台湾吼，徛台湾，啊伊不爱讲出来，啊表面讲这讲出来本身是不是有公众批评，还是造成中国关系啊对双边不利，我是感觉安那。啊，所以这出来是，是台湾黄晓东的讲嘛，讲台湾总是支持啦，支持吼，吼，啊，照讲啦，黄晓东本身是，你不动不清楚，伊哪会当支持嘛吼，应该讲啊对，你不动台湾国际做清楚袂使啊，吼，啊，但是感觉黄晓东感觉讲，哎，这目前上重要，唔是讲你讲台湾独立无独立问题，应该是讲马英九先有啦吼，啊，伊也相信讲蔡英文伊。破防是诶，讲诶话本身实在是足坚持台湾主权啦，伊确实会相信啦吼，会相信。啊，即个林小东最新诶是啊，伊即个十一月十七过身啦吼，十一点二十分过身啦，啊，十二点诶是，迄小英就到迄台湾大学吼，迄台湾大学迄个算作台大病院内底吼，哦啊看即个林小东吼。啊，但迄个手在绑着的吼，绑着，迄好多朋友伫边啊有在场啦，啊，看伊在迄边，边啊绑着。啊，十月七三，啊，总统辩论的时，哎，早时九点，这个蔡英文啊去到迄个殡仪馆的告别室吼，啊，去者啊，当然到三四分钟就离开啊啦，啊，才冻一下吼，啊，表示讲蔡英文可能啊就。就知影讲黄晓东对就好啦吼，啊，就照顾伊，啊，所以起来看的吼。啊，当然黄晓东的想法是，感觉讲小英应该坚持的吼，会坚持。我现在讲这个意思讲，伊台湾共产党一般不一定清楚，啊，但是我认为啦，应该伊坚持台湾的啦，啊，台湾的，啊，台湾特殊的状况之下，伊讲出清楚，对伊选举无一定好啦，这倒是讲的吼。啊，安怎较好？就歹讲啦吼，就歹讲，应该是讲，互伊聊了，伊安怎做，来决定讲，到底伊讲台湾总是好歹，应该来决定较好啦吼。啊，所以伊这讲台湾总是这個问题吼，啊，另外这個问题，伊处理这个东派问题吼，这個、民进党东派问题，我感觉伊处理了，荷兰东南东伊有先条件包围掉吼，一点，啊，什么土语言吼，啊，比多用。啊，等于代班哦，啊，替来切为这个竞选的团队啊。啊，当然马英九伊来批评讲，哦，这阿扁时代的团队拢等于吼，阿扁就是贪污嘛，啊，是啊，团队拢贪污嘛，啊，所以等于一定无好个吼。啊，但是问题就发生讲，即马国民党这四年来吼，三年外来有42个吼，啊，互人判当动算无效啦。就是贿选吼，贪污贿选无效诶，啊，民进党无几个嘛吼，民进党就四五个吧，啊，所以比例来看是，啊，是国民党出关诶，所以国民党应该是出来候选人实在是无清奇吼，足侪吼，这第一，啊，第二讲，即阿扁时代是有当有判案，啊，但是有判案，即个定案几个，阿扁一个嘛吼，阿扁一个定案，啊，其他无啥物定案吼，其他推人诶案也无遐吼。哦，迄个八两案也无伊啊，啊当然另外一个国企啊，迄边也有嘛，啊但是迄种迄时候拢还袂定案啦吼，啊迄种马永成啥，迄种还袂定案，做啥还袂定案吼，拢无还袂定案。